声明，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抗日战争汉奸录一书，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，同时无任何影射，不涉及任何政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虽然有无数的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，宁死不做亡国奴，但却仍然有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当了汉奸，这些人如同过江之鲫，并不在少数，人数多达百万之众。但是有一些人当汉奸却是迫于局势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而抗日战争期间，他们也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夏文远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夏文远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材生，年纪轻轻就远赴日本留学，归国后发现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，他的家乡已经被占领，为了保护自己家乡和自己的家人免遭日军的毒手，夏文远靠着几年在日本的所学给日本人当了一名翻译官。夏文远日语优异，在当时也非常的出众，而且夏文远留学日本在当时国内并没有什么势力，所以日本人对夏文远非常的相信，不但是一些日常的翻译工作，就是一些重要的会议也会让夏文远出席翻译，甚至一些机密的电报夏文远都能够接受得到。国民党将领李宗仁主动找到了夏文远，让夏文远成了他的单线特工，负责向他提供日军的情报。夏文远听后立马同意下来，成了隐藏日军内部的间谍。台儿庄战役期间，夏文远更是用一封电报揭开了日军踪迹，歼灭了两万日寇，帮助李宗仁夺取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。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官是国民党的李宗仁，但是由于装备上的差距，日军还会一点点的蚕食着台儿庄，很快台儿庄的一半落入了日军的手中，两军混战，李宗仁一时间摸不清日军的走向，根本无法下达正确的指令，只能被迫防守，等待日军的进攻再做出判断，这一来一去总是错过战机。夏文远此时正在日军台儿庄指挥部，日军对其非常相信，并没有将夏文远赶出去，而是让他留在那里收拾文件台儿庄作战的动向。夏文远听得一清二楚，夏文远借着出去方便的名义迅速给李宗仁发了一封电报，上面有八个字，日后南下而非北上。李宗仁准确地利用这封电报，在南边堵截日军部队，给日军造成了重创，奠定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。夏文远仍然照常他的生活，为了掩饰身份，夏文远还娶了一个日本妻子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国民党开始清扫汉奸，夏文远也受到了冲击，受到了国民党的逮捕。李宗仁还没来得及澄清夏文远的身份，夏文远就被愤怒的民众给活活打死。英雄路的如此待遇让人惋惜。